们这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昨天算了一下，好像我还有9个 group project 这学期，现在赶快跟我的组员 meet 一下，明天要有一个作业要交。This is my, I don't think my AirPods can work with Discord for some reason. But I feel like the camera is necessary. Like when we talked about the texting feature, that they can just write on paper and they can scan it with their camera.今天把一个占比比较高的作业写完了，就明天再 presentation 一下就结束了。这个星期算是松了一口气，虽然下周又有新的作业，其实这周末就有还有作业要丢，但是我们家已经好几天没开火了，我就想做一个我在小红书上面收藏的干锅牛肉。我刚才已经把牛肉腌上了，最近牛肉好贵啊，我们在 Costco 买的都特别贵，感觉快要吃不起了。做的是这个，就是专门做 Costco 干锅牛肉。我刚才已经把牛肉腌上了，然后一会儿带米卡下去溜一圈，回来再准备其他的配菜。我好像把牛肉买回来一大盒分成一份一份的时候，每一份分的有点太多了，结果一不小心切出来这么大一盆，可能要吃两天了。我现在在等温颖同学结束他那边的事情，他本来都已经下班了，然后结果键盘出了点问题，然后在修键盘，键盘修的差不多以后呢，就发现上班的时候做的工作又有点什么问题，现在又在重新做工作上面的东西，所以这个出个门怎么就这么难呢？全副武装，遛狗人遛狗魂，保暖是第一位。最近我们两个在追《Law and Order: Organized Crime》，超好看。如果你看过 SVU 的话，你会知道他开了一个新剧，过了好像十几年才回归的。看到第七集了，这个网速 ，There we go。In the nation's largest city.The vicious and violent members of the underworld are hunted by the detectives of the Organized Crime Control Bureau. Are you kidding? 丝瓜，
He murdered a woman in cold blood. Half a dozen people witnessed it. You're looking at life without parole.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刚起床，现在是10:28，正好快要10:30，我刚起来，然后洗漱完，先喝点热水。我每天晚上都会，灌一保温杯的热水，然后这样子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可以和头一天晚上杯子里面剩的水兑成温水，这样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用烧水了。懒人早上想喝温水的小窍门，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一杯温水，对身体很好，然后对你的消化系统也很好。我从小学的时候早上起来，我妈就会让我喝一杯温水，一直这个习惯养成，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天是周日，周五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干，因为那天来大姨妈，就是身体上不太舒服，所以就不太想干什么事情。然后周六昨天有朋友来家里玩了，然后本来说来玩的时候可能中间能抽空写一会儿作业，然而并没有，他们走了以后我写到1:00多，写了一会儿啊，所以就得今天来写了。但其实我下个星期要due的东西不是那么多，虽然现在临近期末了嘛，我们还有两个星期这学期就结束了，所以这要due的东西有1、2、3、4、5、6、7，还有7个要due的。上周due掉一个大 project， 然后有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今天要due一个小 project， 但已经写的差不多了，晚点和组员 meet 一下，晚上应该就能交掉了。然后下周二我还有一个 project 要 do， 明天有个作业要 do， 已经写完了然后再下个星期，然后还有一些 project 在 do， 就是一直在是各种 group project， 就是还是主要是你自己一个人写可能写的快一点吧，但是你要和别人一起协调时间，一起写一起做的话，就需要花很多功夫在 scheduling 上面，就是调节大家的平时的时间，所以就会感觉有时候进度慢一点。早上好呀，早上好小哥哥，早上好。Thank you.
你要看啥？我看啥都可以。你之前。Big Mac。这是你的鱼汉堡。我有俩汉堡，用了一个破豆子吃。麦乐鸡块。嗯，包装改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包装比原来好看。这个好像也换成圣诞杯了，好可爱呀、啊！今天晚上我朋友来我们家吃火锅，大概有可能十个人，所以我们下午可能四点多，我可能先开始先洗个菜。然后在洗衣间这个旁边呢，我放了一个镜子，就之前上一个 apartment 就有的镜子。Hello， 大家。今天早上我们不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商场给魏颖同学调眼镜嘛，顺便退东西，上车的时候就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前几天魏颖同学疑似遛狗的时候踩到狗屎，我们以为是可能前几天踩到了，然后不小心又踩到车里面的垫子里面，然后在车里面有味道，但是前几天疑似踩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味道，也不臭，所以我们不确定到底是泥还是粑粑，因为前一阵子下雨下很多，但今天就闻到臭味儿。我们说难道过了几天以后味道比较浓重吗？然后他刚才打算要去洗车，然后顺便看一下自己鞋底，前几天明明洗干净的鞋底上面又有棕色不明物体，稍微闻了一下发现其实是今天新踩到的，上次踩的应该是泥，这一次是真的踩到了狗屎，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撞了狗屎运一样。之前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今天早上魏同学踩到狗屎以后都通通解决了。这才刚刚还不到四点，差四分钟，四点，天都已经黑的差不多了，正好点一个蜡烛，点的还是这个 Mala the Brand 的蜡烛，我目前只买过他们家的蜡烛，我要是特别喜欢一个牌子的话会一直买下去，这是他们的春季的特别款，虽然现在已经冬天了，我一直烧到现在。这个是味道是 metal， 闻起来，就是青草地的味道，我还蛮喜欢的。前两天他们不是打黑五的折扣吗？我一口气又买了好多，囤起来。平时可以，送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用，多囤一点，我就不用，明年就不用买太多了，正好折扣还蛮不错的。嗯，这个牌子可能现在国内买不到，但是如果你在北美的话，在美国可以在它官网上买，可以在 Nordstrom 买，然后在加拿大的话就方便很多了，可以在它官网买， Indigo 也可以买，然后 Nordstrom 上面也可以买，然后美国好像 Bloomingdale 也可以买。点一个蜡烛搞一个氛围，这样写作业的时候能感觉开心一点点。大家最近不是黑五吗？我前一阵子买了一点蜡烛，今天刚到，正好打折，我就一下子囤了好多，还是我之前总是买那个牌子，叫 Mala the Brand， 他们家蜡烛超香的，我已经透过这个盒子都已经闻到香味了。就买了什么？哎，这是个小的，好像。这个小的是 silk， 闻一下什么味道？哦，这个好闻，
这是有茉莉花香的，茉莉花香和椰子味儿。哇，喜欢这个。米卡，米卡一直想要拿这个岛台上的羊毛球，这不是你的球仔啊，宝宝，这不是你的球，这是妈妈烘干衣服用的。你去玩你自己，有你的球，你的球在那边呢，你去玩你的球吧，好吗？我买了，我都不知道我到底买了多少个，这看起来很小一盒，但其实我买了，我买了五个蜡烛。对，这个是 Sundays， 长这个样子，这个味道就有点偏橙子的味道。这个里面是啊，薰衣草、杏和 sandalwood， 也蛮清新的一个味道。它的这个罐子都特别好看，都是这种铁罐子。还有什么呀？这买了什么？这个是 rosebud。这是一个玫瑰味儿的，嘿嘿，太快乐了，每一个都拆出来闻一下。这个是他新出的一个味道，嗯，还不错哎。这个就不是那种很浓的那种玫瑰的味道，有时候玫瑰的如果太偏于花香的香味的话，有时候有点不太适合的，但这个就稍微淡一点点。然后这个是没有盒子的，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味道之一，是 clean cotton， 闻起来就是洗衣粉的味道，真正是特别像那种，你知道雕牌洗衣粉吗？雕牌是那个肥皂吗？哦，真有点雕牌肥皂那味道，是不是？有点，就是最基础款的那个，有点洗衣粉，非常非常香，是不是像雕牌的那味道？对，雕牌的白色那个皂。对对对对对对，我特别喜欢那味道，我现在都是半蹲扎着马步。回去给你买那个肥皂，给你烧着吧。他们有人会把香皂放在那个衣橱里面，这样子就是衣橱就有味道。你看你在找啥呢？他想要那个羊毛球。那是不可能给的。对，然后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 all time favorite。啊、，mimosa 就是和那个 mimosa 酒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哦，这个简直，这个 clean cotton 和这个 mimosa 是我最喜欢的。然后我还在 Indigo 买了这种隔热垫，前一阵子也是在打折，然后我们两个有买 Indigo 的会员，所以会员好像是打九折。没有，会员打七折啊，你说普通是八折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反正就会员打的折多一点，然后能提早享受折扣，所以就买了两个我一直很想要的隔热垫，特别可爱，很厚实，虽然我感觉我妈可能都会勾出来这个隔热垫，但是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杯子，是不是超可爱，这边写的是能不能对上焦 Cup of Happy，